党政动起来，绿营抓紧时间拼民心。现在就是卷起袖子都聊了呀。新政院长苏贞昌接过印信，就要开始冲冲冲了。为了在一年之内让民众对政府施政有感，新内阁得快速回应民意，未来将多多开直播说明政策，同时还成立中央地方建设协调汇报，回应地方县市的需求，让人民感觉好才是王道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冲了。除了行政院动起来，民进党也动起来了，找来水牛出版社社长罗文嘉接任民进党秘书长。他强调自己不是处理蓝绿斗争，而是要对抗中国的独裁政权。同时，因为传统民调有盲点，他希望能找出解决方案。最后，他更希望能够改造民进党的品牌形象。面对独派扁系对总统蔡英文的不满，找来扁系大弟子罗文嘉，绿委也认为有安抚扁系的意味，在党政动起来时更显得重要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